BBA 是国人都认可的豪车品牌，无论是品质还是安全性，在人们心中都是具有一定口碑的。这几个品牌在国内也具有一定地位，甚至也有不少人为了买一辆 BBA 品牌的车攒了许久的资金。不过最近一起事故让许多人对这些品牌的质量产生怀疑，据说是一辆奔驰 E 级在遭遇车祸之后直接报废，现场该车子的情况让许多人不禁后怕。后来一位吉林车主用自己积攒多年的积蓄购买了一辆奔驰 E 级，但是车子刚买下来两个月就不幸发生了车祸。当时该车主正在路上正常行驶，没想到后方一辆哈弗 SUV 直接撞了上来，而这辆奔驰 E 级直接就90度转体之后撞上了路边的防护栏。幸运的是车主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不过等车主从车厢内走出来之后，看到车子的损伤情况后也不禁气愤，原来整个车子被撞得已经完全报废，后方的防护栏也已经变形，似乎在事故中未起到多大的作用，后备箱等车尾处的各零件也完全变形，最可气的是安全气囊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却没有弹出，这辆车已经没有维修的必要，可见其损伤的严重。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起奔驰的品质，不仅防撞梁出现事故时没有起到多大的防护作用，而且安全气囊没有正常弹出，这几十万的豪车安全配置如同虚设，想想出现事故也是十分后怕，也难免让消费者失望。各位消费者在挑选车型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配置，这是关键时保命的措施，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。